大家好，我是李家國的 Michael，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单位就在我背后的港岛西南面著名豪宅贝沙湾一期六座 B 室，实用面积1188平方尺，是一个三房一套员工人套房的间隔。单位的客厅视正实用，两边的墙身都有时尚装饰。在露台除了看到广阔海景之外，还可以欣赏到60万平方尺的海滨公园。经过饭厅和大门的玄关，就是设备齐全的厨房，厨具一应俱全，永远是喜欢煮食的人的大舞台。再过就是工作平台和工人套房。主人房门口有一排衣柜，同样享有广阔的海景和海滨公园的景观。浴室采用玻璃门设计，亦都设有浸浴用的浴缸。这一间睡房就享有翠绿山景。而另一个睡房在门口有一个独立衣柜，增加收纳空间，亦都有翠绿的山景。另一个洗手间是明厕，有窗又有淋浴的设施。如果大家对以上楼盘有兴趣的话，欢迎联络我李家國 Michael， 多谢大家。